全国的马拉松爱好者都非常期盼上海马拉松，俗称的上马，而上马呢也即将会在11月27号回归，这个官网上已经做了更新，当然还有20多天的时间，25天时间，一切皆有变数，很多人也蛮担心的，因为现在，各方面的原因吧，这个上马能不能最后变成线上跑，还是小范围跑，还是怎么跑，没关系，如果你爱好跑步的话呢，还是应该踊跃的报名，关注官网，持续的，关注最新的变化，参加这一个年底的盛事。